嘉义县政府频率经费协助学校全年改善中道等的设备，各有18间学校独工的新资补助计划，得到学校和家长的肯定。应勤高中就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今日五号透早，嘉义县长翁章梁特别到学校来关心，同时提早在五日节进行地展礼品来慰劳独工的辛苦。透过政府补助和校方的努力，学生囡仔会当享受到营养佮澎湃的午餐，来提升因的健康，佮有学习的能力。县长翁章梁说明，中央实施适当偏好学校中央独办的计划，补助偏向学校独工薪资，还佮午餐的餐费，对着提升偏好学校午餐品质是助益良多。县府考量一般地区、非山、非市地区部分学校无得到补助。为了消减制度上的差异，照顾更加多的学童，除了向行政院积极反映以外，县府嘛伫113年五月起，补助一般地区还有非山、非市等18校的午餐经费955万元，用伫学校独工能力，学生午餐的餐费拢会使提悬5到10元，用伫食材上。让孩子吃了更加健康、更加营养，同时也体恤学校独工的辛劳，让他们的付出得到应该要有的回报。教育部针对学校的划分啊，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偏远跟特偏，还有一般地区，还有非山非市啊。那现在偏远跟特偏，那在整个营养午餐的补助的部分啊，那都有一定程度的补助，但是在一般地区跟非山非市啊，那就造成了相对的一些制度上的不同，所以大概我们也针对这样的一个制度上的不同，那我们也跟中央在行政院的时候反映，希望能够不要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制度啊，那应该要做一个统一，然后完全来做一个处理。那当然行政院也没有反对当然这个金额非常非常的庞大所以他们现在还在讨论这过程当中。那当然针对一般地区跟非山非市，那我们还是要去做某个程度上的面对。那以县政府的财政大概也很难跟所谓的特偏跟偏远完全一致，那所以我们就从厨工的补助来着手，那所以我们就透过厨工来补助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山非市以及一般地区。那相对来讲，你补助厨工的话，那整个的营养午餐的费用就可以稍微提升。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看那整个的营养午餐的整个的状况。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那中央能够面对所谓的偏远地区，那跟特偏有所谓的营养午餐相对的补助，那一般地区跟非山非市那这个差距，那我想应该要去做相关的一个处理。那我们还是会继续争取那中央对这部分希望能够在制度上能够做合理化的一个分配。教育处说明，原底18间学校独工薪资需要由学生所纳的午餐费来分担，现在得到县府补助，针对一般地区还有非山非市地区类型的18间学校，补助学校午餐工课经费专款专用的独工的薪资，这项措施让学生纳交的费用得以回归甲食材商，大大提升午餐菜色品质，增加水果、牛奶制品的供应等等，让午餐的菜色更加丰富多元，更加会使保障独工生活，降低人员流动率。最新新闻整理，省台北市采访报道。用海水煮一碗用清面，用雨水泡一个人情面，用露水冲一杯暖心意，甲伊你的甜蜜相亲。加优先，你有介意无？你嘞？